开心大玩三连拍，双胞胎童星左左右右代言两年一度的国际儿童影展，呼应今年的自拍主题，小朋友也抢着上台比创意，台下也被逗得笑声不断。左左右右这回代言的影展精选世界各地30国近90部的电影创作，由真人真事的灵犬出任务，以及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的《海洋之歌》担纲开幕片。主办单位还特别安排性别、环保以及难民等相关影片，配合座谈来教育小朋友。这么多部好片，左左右右被问到最想看哪一部呢？他们却说，平常是没有看。没有看电视，平常没有看电视哦。对，只是在玩游戏，没有看电视。真的哦。哎呦呦，就是看新闻或爸爸，因为爸爸都爱看。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，不然就是看篮球。真的哦。因为爸爸会看。你们好成熟。今年小学2年级的左左右右说很喜欢上学，因为可以看到同学，也很期待校外教学。他们还有几个小 people 教同学怎么辨认左左右右。我有2颗痣，然后你这个掉了。有时候绑头发，如果绑一个的话，就会分左边或右边。有时候会分左边右边。左左右右感情好，从互动就看得出来。虽然代言活动多，偶尔会突贼，但精神还是很好。我是左左，我是右右。中央社记者洪黄君、张雅婷台北报道。